8月15日，鹿晗和关晓彤在街头吃面的画面曝光，两人感情稳定，迅速引起网友热议。画面中，关晓彤身穿黑色衣服，和鹿晗说着话，还给他夹菜，鹿晗也侧着头看着他，依然像一对热恋中小情侣。网友纷纷表示太甜了，但是粉丝却很生气，因为这个视频明显是从监控里截取的，质疑店家没有得到同意就发布了视频，粉丝觉得这是侵犯他们的隐私，也是不道德的行为。还有粉丝质疑，这个视频已经过去很久了，为什么现在才放出来呢？有什么目的呢？有网友仔细分析了视频，发现了一些问题。视频里有些画面是剪辑过的，比如关晓彤的胳膊动了，肩膀没动，鹿晗的帽檐跟着关晓彤的头动了，鹿晗旁边的人的头转动也很不自然，这些都让人怀疑视频是不是被关晓彤方故意剪辑过的。为了炒作自己，鹿晗一直很保护自己的家人和爱人，从来不会被私下拍到，但是和关晓彤在一起后就经常被曝光，甚至有人质疑关晓彤借着鹿晗提高了自己的名气和热度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